视的主播，画面中可以看到白色轿车停在半路上，左前方钣金严重毁损，大灯碎裂，已经可以看到内部零件。一旁的警车左后方有擦撞痕迹，后轮也被撞到变形。往远一点看过去，还有一辆机车横躺马路中央，车壳碎片散落一地，让一侧线道被暂时封闭。事发在台东10号晚间，40多岁的男子酒后开车，先是在新生路和开封街口撞到一辆轿车后逃逸，随后又在2公里外再撞到一辆机车，最后又撞到正在处理车祸的警车和其他2辆机车，酒后5连撞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有可能是酒驾啦，因为伊底下起步啊，都要追撞另外一台。警方对男子实施酒测，男子大力一吹，酒测值严重超标。0.83，你已经违反公共危险罪了哈。男子违反公共危险罪，最后被警方上铐逮捕，带回派出所侦办。以上最新主播，我是王一仲。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